有蛇，警察即刻救援。那个是有毒的，你们快来。好好。苹果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拍蛇，哇，超恐怖！马路上有蛇。让我们回到稍早之前，有民众发现路上有蛇。哦耶，看到看到。还有蛇！警察贝贝为了民众用路安全，立即把蛇挪到路旁。不过蛇并没有危害到人，就已经先被过路的车子碾得奄奄一息了。目前蛇已被动保处带走安置，突发中心报道。